送餐去巴黎呢？那一间住的是明星哎，而且你一定看过他的片，很多电影台都有在播。如果他太麻烦的话，我会跟你换班了。他多麻烦，他不就只能吃饭、喝水、大便？你是不是还在想要去美国？看疫情这样是要怎么去？我提议帮你分房租，不是让你存钱丢下我哎。你躺好好来啊，我买你进来，去帮我生孙仔呀！好啊，李先生，聘金。李先生，聘金。哦，掌门。我说你家人没跟你一起来哦。哦，家人，我就是家人。那这样很好的，蛮自由的。有些时候很寂寞。有的选是自由吧。那你就说我没得选。我都想不过一个人。哎，你快啲啦，小心啲啊你。哎，会噶啦，会噶。你嗱嗱啦，快啲过嚟啊！你觉得呢？有的损是幸运的。